不强兵库伯，我们走吧。该死，船上的模拟舱一定重启过了，我们得重新设定。 这样可以吗，库伯？好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看看你记得多少，设定神经连线，和泰坦连线类似，但不一样。学新技能得有正确的心态。啊，好多了。加快动作，开始跳跃装备辅助。跳跃装备，自然稳定的原则运作。校准你的跳跃装备及移动方式。 经过强化后，会像直觉反应一样自然。好，这才像样。简单的二连跳，跟着幻影。过学新一以后，我们夺回了四分之一的边界，反抗军越来越有规模，每天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加入来对抗 IS。 新训练，跟着幻影，或领取路径。区域在战斗中必须保持平衡，速度很重要，但你也得能够集中你的目标。结束之后，我有东西要让你看看。练习都结束了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 很好，你会喜欢这个，可以开始后半段训练。泰坦，陪一架进来吧。差不多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就对了，但首先你需要更多空间。BT， 那是我的搭档，先锋级。反抗军自行研发，这是我们首次自行设计的泰坦。 不是向 IMC 偷来的，呼叫你的第一架泰坦吧。看上面，来了。好了，步枪兵，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。我带你出来。关闭所有非必要系统。库伯，准备好。别急，克罗，他刚离开虚拟实境，需要点时间适应，他没问题的。 相信我，镇长官。全体就战斗位置。这不是演习。注意，他们杀过来，他们想要杀过来，训练的还不错，有一天你会熟练他。我们会把你训练成铁狱的，步枪兵。不是今天，没时间了。拉斯提莫沙，安德森。你的畜生！我们下面见。今天会看到一颗新的星球，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 下面见了，库伯，祝你好运。快滚出那个模拟舱，库伯，并收集上痛头。
电力三分之二，资料核心重新初始化，视觉系统启动，调整焦距中，你还好吗，铁玉？大概吧。你刚刚是不是叫我铁玉？是，拉斯提摩沙上尉给了你代理铁玉的战士军衔，恭喜你，你可以叫我 BT。BT， 你有多了解库本布里斯克？我的系统正在重启，有三个电池将会加速程序，我会在这里等待。所有反抗军，容我提醒你们，你们现在位于提姆星球，虽然这是阿尤金尼这个星球，但在我们的距离外有许多的野生动物。没有问题。BT， 这个声音是谁发出的？这是掠夺者军团的指挥官莎拉布里格斯，指挥反抗军的特种侦察中队，又称 SRS。BT， 这艘船里有人生还吗？没有，扫描在 MCS 詹姆士麦卡伦，没发现任何生命迹象，但有90%的救生艇弹射，还有希望。你刚刚说我该做什么来着 ，BT？ 我需要第三颗电池才能充饱电力，否则我们可能无法杀出重围。我们的位置已暴露。所有反抗军 ，IMC 会护送强兵到电池区监狱。要援救的话，赶紧向 IMC 部队投降吧。是 IMC 无人侦察机，敌军援军往这里来了。我们必须立刻完成神经连线，请装上最后的电池，能量全开。铁玉，必须先建立神经连结才能继续。准备完，请登机。协议一，连线铁玉，神经连线中。神经连线完成，步枪兵杰克库伯，你现在确认是 BT 七二七四的代理铁玉。协议二，坚守任务，命令是要继续特殊作业217，跟安德森少校会合。我侦测到敌方部队来袭。协议三，保护铁玉。重启主要系统，涡旋防护罩启动。涡旋防护罩能捕捉射过来的子弹与炮弹，释放按钮能将所有捕捉到的物品射向敌人。铁玉，助手舱启动了，这个尖射型火箭舱可同步锁定多个敌军目标，按钮按下越久，可锁定的目标越多。神经连线完成，主武器控制与动作连线已重新建立。铁玉，侦测到敌方泰坦。我们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吧。你确定吗？相信我。发现反抗军泰坦，机身号码 BT7274， 遭受攻击。敌方泰坦到底做得好，我们的战斗效率评分增加了。铁玉，我侦测到有更多 IMC 回收队在路上。我们要生存的唯一机会是完成跟安德森少校会合的任务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得靠自己。标记抬头显示，我们必须动作快。IMC 会继续寻找我们，
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是与安德森少校在离这里60公里处汇合。我们要生存，就得懂得应变和适应。带头三二，我们伤亡惨重，引爆反抗军的部队已分崩了。但是友方先锋机泰坦，我们损失惨重。那是 BT 吗？警报先接到，校尉，我们需要些帮助。不好意思，哪里都去不了。解玉，这个泰坦武器的设计很先进，对我们有战术上的优势。我想有人恋爱喽。根据人类对爱情的理解，恋爱需要爱慕、受吸引、奉献和尊重。结论：我有50%的可能在恋爱中。我正在攻击敌方监狱，我们可以用强力的装备锁定敌人，发射追踪导弹，标记他们，这对战斗很有帮助。开启流量调节门。警告：毒物已扩散至大厅。启动安全气压过度舱程序。解玉，我正在追踪你的位置，建议你寻找出口。没错，碧婷，你也是。收到，解玉。局长，这是肯恩 ，IMC 跟反抗军的老朋友们，你们之间不过是沟通不良罢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这家伙听起来不太友好。是的，你扫描显示源头就在这个设施某处。我们被困住了，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我已在你的行进路径上侦测到反抗军入侵，他们也许需要协助。你好，欢迎援军，是时候了。警告：有毒物喷射可能造成严重伤害或者死亡，在此设施内，你随时可带防护衣。我该去哪儿 ？BT， 我们必须穿过这个设施，前往安德森少校的汇合点。有毒排放物，这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机会。我听说有些先锋机泰坦和 SRS 在击杀我的 IMC 援军，不管你是谁。警告：三 A 区有六兽之不错，朋友。哎呀，希望你比我上一次干掉的那个强。解玉，小心行事。你也是 ，BT， 你在哪？我沿着这道烂泥前进。前方水流较强，应该是出口，继续前进。解玉，我们的道路将在前方交汇。解玉，流量调节门挡住我们通过这个设施的路了。我不是对你开枪射击，这会违反协议三。等我背书。看见了，是解玉。真高兴见到你，兄弟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关闭烂泥流的控制器在下个房间里，你的抬头显示有标记。正式设过滤，已启动解玉控制。协议二，坚守任务，命令是要继续特殊作业217，跟安德森少校汇合。没被邀请来肯恩的派对，所以你得死。好好，真好，又一个落跑英雄，还带着一滴 SRS 新风机泰坦。哇哦，这才像话嘛！来场真刀真枪的对战吧。废物，让好心上场吧。做得好，肯恩的头盔无线电未遭破坏，我建议你回收它。有些先锋机泰坦和铁玉正在强行进入设施。No,
解密敌方通讯的能力在战争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，这将对我们有利。要生存，就得继续前进。Poggers。安德森少校走的是这条路，他可能是到汇合点的捷径。我建议我们继续前进，小心前进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存取资料中，未知。我们在这里干嘛？我们必须穿过这个设施，前往安德森少校的汇合点。这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机会。艾许，我是布里斯克，收到没完毕。我是艾许。说吧。肯恩没回复，我看这反抗军的铁玉想当大英雄。他朝着你那里去了，干掉他。了解，艾许完毕。布里斯克，他是反抗军想要的战犯，现在为 IMC 所雇佣。布里斯克要为拉斯迪摩沙上尉的死负责，也就是我的上一位铁狱。这码头的货梯是条捷径，看看你的抬头显示就能找到控制台。看见了，这是铁狱。好主意，破卸了铁狱。铁狱，我需要协助。警告！警告！十三号码头发现未授权泰坦，将泰坦移至资产重置处。我正在攻击敌方。Poggers。 需要协助。看来自动保全发现的太早，真省事。铁狱，库伯，如果你听到的话，我正被带往这个设施的变电站。BT， 我怎么过去你呢？你必须沿着管子往较低的楼层走。警告，讯号中断。这是马文机器人的工作，而不是步兵。小心，没错，兄弟，我们找太阳，抓到了该死的工作。布里斯克，为什么是那个该死的幻影下令？我捉到了先锋级泰坦，你想要我怎么处理他？我他妈的不在乎，毁了他吧。他的铁狱呢？我们会对付他。这个设施本来就是为杀戮而造的，我确定在必要时我可以利用这一点。艾什，那不是你的游乐园，我付钱可不是要你耍小聪明的，必要时就把那地方毁掉，懂吧？布里斯克，通话完毕。铁狱，我正被他沿着装配线往下带走，可能有共通出口，建议你沿着平台的动线走。铁狱，这设施十分危险，小心生产线上的机械。
刚才是绞肉机，你还好吗？我没有受损，不过我不相信这里是食物加工厂。我运气一向不好，不如把这里搜个彻底。我相反，得看情况。显示圆顶上方是你最佳的出路，我建议你想尽办法也要上去。动态模拟原理314中载入情境127。现在，让我们瞧瞧你到底有什么神说你杀了那个铁玉，我正在处理它。你完了，我就不能享受我的工作吗？不行，你得尽快处理。了解了，艾雪完毕。别担心，有了干掉他后的奖金，你就可以去买所有你想要的玩具了。重新补充猎兽恶之阵营，我在21到29号的营房。所有 IMC 人员，我是艾雪。铁玉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一连串的爆炸让机器手臂放松了，我已脱困。这地方要崩塌了，建议我们尽快离开。你离我的位置不远，抬头显示有标记。高度危险的环境，我建议你登机。铁玉，铁玉，发现圆顶外有出口，看你的抬头显示。高度是一起动，无论代价，全力保卫车里的 AMC。
枪给铁玉。机体受损，安德森少校在这里调查这座设施，我跟你在另一边会合。要求所有在处理圣贵分析报告的小组都到演讲厅听马德将军的简报，谢谢。充斥这座设施，而且他们似乎造成了时光出现裂痕。我建议直到我们有进一步资料前都要小心。铁玉，给我他的头盔就可以分析。安德森死后，特殊作业217的控制权就转移给你了。库伯铁玉，恭喜你获得卓升。以下为反抗军 SRS 的布里格斯指挥官所简报的安德森的任务。安德森少校，两个星期前我们截获了 IMC 通讯，他们在提风星上发现了某些东西，一种巨大的能量爆炸在该位置释出，造成了时间的扭曲。我需要在地面上的 SRS 深入该设施。收到，我会找到一些答案的。我们在灰熊行动中回收的火焰装置应该可以保护你。我们知道 IMC 是副本部隐克和他的幽灵们签约，要保护那些个比较重要东西，所以注意你的背后和安德森。你知道我有多爱写死亡报告，所以别的行动 SRS 是不团队。铁玉，安德森少校所收集的数据显示不完整，我们有责任坚守并完成特殊作业217，建议我们在继续前先找到安德森的腕带装置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的任务已更新。我侦测到安全守卫建筑上有个洞口，我会提供进入的权限。在你调查设施已取得情报和丢失装置时，我会待在这里扫描环状结构。一定有比较简单的方法，BT。我会想办法。已侦测到未受训，启动自动保全机制。小组中，
Poggers! Excuse me, 转移了一些 AI 功能到该装置中，在时间切换时就可以通讯。 安德森的受损日志可能有些用处，开始播放日志。安德森的日志341 ，IMC 有重大的发现，他能够折叠时空，这绝对不是好事情。他们在休息，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，非常危险。安德森完毕。 安德森日志三四，折叠时空武器的能源要从圣会。看来他们还没有。这个已经空了，圣会一定在别的地方吧。安德森完毕。 这里的轮环有大量残存的圣会能量，这是圣会的终点站。安德森的计划中有一件靠近轮环中心的侦察任务。 建议到轮环附近跟我汇合，并扫描社会的能量特征。 找到桥梁延伸至轮环的操控台，抬头显示有标记。铁管安全协议，马上开启测试。收到。你似乎曾做过些什么，导致这些先存的自动保全系统现在对你有些敌意。上官超载。 BT，
很好，铁玉，扫描完成。如安德森发现的 ，IMC 可能使用这个武器的完成版对反抗军的哈莫尼星进行攻击。我们的旅程离结束还早呢，必须将这数据回传舰队。库伯铁玉，安德森死了，但只要能和舰队重新连线，我们就能完成他的任务。前方的星际信号台刚好派上用场。铁玉，信号台就在前方。扫描显示能量运作低下，可能需要维修。注意，我发现了许多未知目标。发现敌人，这些潜行者似乎被输入指令攻击控制室。消灭，做得好！这场胜利是我们良好战斗效率的表现。注意，我发现雾中 BT-7274 呼叫反抗军部队，敌人已被消灭。你救了我们一命，那些潜行者没完没了的，我们可撑不了多久。我们要打开防爆笼子，进来吧。跟泰坦的电梯上，麦克科德带他们上去。是的，长官。上尉，信号台状况如何？电源已关闭，我们没办法控制它，必须有像这样的东西才能重新启动它。不过这个已经坏了。名称：电弧装置。功能：产生高达5兆焦耳的能量。是，我们知道那是什么。你能修吗？没办法，感应器在升温台上还有一个，但是要过去难上加难，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为所建的。了解了。库伯铁玉，我建议在设施分台里面行动时小心一点。你必须取回电弧装置。我们只能看着信号台上的那些人被屠杀，一时也救不了。祝您路平安，长官。我们在那边。控制器是在跟谁说话？我们部队的铁玉几个小时前也往我已连接至你的头盔，抬头显示已跟进进度，频道随时开启，供你需要时使用。跳跃装备撑得住，旁路连通成功，风扇已关闭，电弧装置距离30公尺。做得好，体育，你获得电弧装置，返回控制室，系统已准备重启。
被他死定了呢。佩服佩服，他们正在控制室等你。兄弟们，我们可不能放弃。这门体育到了下方，为我们寻回定湖装置，我们还有希望。体育回来了，这看起来像是定湖装置，我们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做得好，库珀体育，现在能够启动电力供信号台运作。见到你回来，长官。正好我们将电力重新配置完了，现在就差电源。铁玉，电源室的继电器都已关闭，使用电弧装置应该就能够手动发动它们。铁玉，希望这电弧装置没让我们白费力气。注意，前方发现高辐射含量，你的防护衣在房间内只能保护你一段时间，我建议你动作快。除非你想被烤熟，不然我可不会在里面待太久。好，我一倒数完就会打开闸门，三二一，快！电力达到100%，我建议你迅速离开此房间。做得好，体育，电力回复了。好了，有电源了，打开防护闸，修复信号台，行业开启中。混乱完毕，电力100%。开始重启天线锁定。开始重启天线锁定模组。60%，70%，80%，90%。警告，发现错误。上尉，连线锁定模组已关闭。该死，艾恩斯发现这是正常，非常有可能。能透过旁路连通模组吗？没办法，长官，除非你想向整个 IMC 舰队进行广播。我们得手动修复这模组。铁玉，看来又得靠你了。希望你不介意再冒一次险，铁玉。你得到现场修复信号台，并尽快赶回来。已启动铁玉控制。小心了，我们今天已经在那里失去够多好兄弟们。扫描显示阵亡铁玉，我记得这名铁玉在摧残之地行动中表现非常出色。我的扫描器发现了运作中的连线锁定模组，东北方428公尺。我的分析结果显示，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能够将你扔过去。风力三节，风向274，距离95公尺，投掷质量89公斤。相信我。发现连线锁定模组，检查抬头显示。部署前线者。C16，信号台4号扣台上的小队已阵亡，铁玉可能是要从那里发送信号。铁玉，模组位于天线的投射器中。C16呼叫里克特，铁玉的意图不明，他可能是要把我们调离泰坦。连线锁定模组连接中断。哎，盯着铁玉，泰坦那边无另有打算。协议二，任务更新，获得连线模组，我们等你回来，库珀。注意，进入维修模式。
some toy man. 反泰坦小队已抵达，请求支援。建议先保护此区域，再进行维修。好枪法，控制转给铁狱。歼灭所有敌人，区域安全。没事吧，铁狱？协议二，任务更新，替换连线模组。模组的插槽在天线上方，我将你扔上去后，你再接着爬上去。死神接近中，反国军部队封锁控制室，发现敌人。收到，封锁中，我会在这里提供支援。发现异常活动，可能是敌方泰坦。MC 听着，我现在要升任军衔，也想取人性命，你自己做选择。Unies machen wir hier。发现敌方泰坦，叛乱军没地方跑了吧？敌人还活着厉害，对啊，你们通通都该死。真正的战斗，我们瞧瞧你晋升个人战表现如何。不准这些 big now from VI inclining room。剑客进攻，开始吧，弟弟哟。敌方泰坦到底。兰尼尔，启动它。是，通讯程序已启动，有效，通讯能量达25%攀升中，60%，很好，快到了80%，信号传送达最大能量，准备发送。广播资料流中，等候回应。希望有人还在上面。好了，我是反抗军 SRX 掠夺者军团的莎拉布里格斯，现
斯指挥官，我是 BT 七二七四，协议二，坚守任务，回报情报给隶属 SRS 单位的舰队。清楚收到，很高兴听到你们还在下面，我们现在正在接收资料。泰坦 BT 七二七四，资料记录器显示，原来的铁运已阵亡。正确，泰拉斯迪摩沙上尉已阵亡。现在连线到的是代理铁狱步枪兵杰克库伯。等一下，拉斯迪摩沙要你连线步枪兵。对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了解，我们会将你转给合格的铁狱。反对，库伯是我的铁狱。我们现在的作战效能评分超过90%，请求授权保持此连线。BT， 你该庆幸我们无计可施，准许授权。库伯，有台机器很赞许你。幸好有你的圣会扫描资料，我们已经追踪其能量特征到 IMC 的提风星基地上。我们时间不多，快走吧。不错，我认为你可以拿到体育证书了。
这是史龙，圣柜朝你那去了，我让毒蛇接手了。小子，准备好。巴克，谢谢你现身。别客气。马尔他战舰在十点钟方向防守天龙星，无法通过。库伯，我需要一位铁玉登上马尔他防守甲板。布里格斯指挥官，我去黑鸟六四，我们可以到他那里。十点钟方向防守天龙星，无法通过。库伯，我需要一位铁玉登上马尔他防守甲板。布里格斯指挥官，我是黑鸟六四，我们可以到他那里。谜题。马尔他战舰在十点钟方向防守天龙星，无法通过。库伯，我需要一位铁玉登上马尔他防守甲板。布里格斯指挥官，我是黑鸟六四。我们可以到他那里，米提，跟我们上去。收到，六四。库伯，欢迎到六四。请到我的手里，我将会把你拖上黑鸟六四。长跑绝对过不了，我们在船尾将你放下，然后自己想办法了。目标左方。库伯，我会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靠近，请算好起跳时间。跳得好。库伯，我们会从这掩护。行动前行者，我出动了，掩护我。
等一下，六四要登机了。马耳他的甲板上还有防空炮台在启用中，靠近前必须从剑桥解除炮台。交给我们。库伯做得好，掩护火力不赖，有我罩你。布里格斯成为官，我们也需要你的协助。收到，贝尔，我来了。这座剑桥通过那边的停机坪，有点子吗？我是布里格斯，要我做什么？关上门，保持平稳。他脑袋坏了。等，跟我来。在后面。工作。笨笨永远不会腻。红色代码，反抗军部队已登上马耳他，所有保全部队前往停机坪。头部，红色代码，保全部队前往停机坪层。快找掩护。将控制权转交铁玉。库伯，我们从后方掩护你，到甲板上前去天龙星。孤独一，毒蛇已就位。铁玉，你的旅程结束了，我掌握了太空，无路可跑，无处可躲。哈利，攻击恶棍。指挥官，我是 BT7274， 毒蛇已解决。收到，登上天龙星并守护盛会，我们会准备好移动。库伯，我要扔了。正在调整风阻，计算中。严重受损，不过我仍然可以运作。这艘船正高速下坠，靠我们了，库伯。
在下面。小心，土在太长，救伤体，我正在救伤体。正接近圣柜的遏制单位。遏制单位大到无法携带，我们必须随机应变。需要你的帮忙。快点，赶快离舰，时间不多了。这边，库珀。不行，我们被困住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协议三，我不会失去另一位体育的。准备撞击。斯克，你的问题不关我的事。你依照合约运送圣柜之后 ，IMC 就会转账给你。准备好我要的钱，我就会把你珍贵的货物带来，胆小鬼。哎，太太，快打开舱门，给我所要的东西。语音指令无法辨识。让我把它给撕了。这太冒险，圣柜仍不稳定。盯着的安雄。你有我的东西，我要你把它还给我。快点，叫你的泰坦打开。打开他的话匣子吗？哎，那么想当英雄吗？我靠这份合约赚了不少钱，我的朋友。告诉你的泰坦，他再不打开，我就让你脑袋开花。解狱陷入危机，视觉系统达到临界。无法利用视觉找到铁玉啊！让他站好，看到他了没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他了没？功能受严严我不管你严重冲击伤害影响。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些东西能够运作，快打开，不然我让你的铁玉脑袋开花。你还记得数字不是吗？我说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没那么难吧？对吧？是啊，小队就是这样，要不一起赢，要不一起死。小心，跟着他。这招挺不错，
再见。喂，快搬走圣会，时间不多了。这里，库伯，我没办法完成任务了，但你还可以把 Seer 工具组拿去。你需要生还，得靠他。杰克，很高兴看到你活着回来 ，BT。事实上，超过了25000。BT 7274启动并备战完毕。库伯，我正在对 IMC 全力开火，但还是无法阻止折叠时空武器。你必须进入控制室。库里格斯指挥官呼叫所有战斗岗位，我要你们火力支援库伯和 BT， 尽全力掩护他们。等等。执行中，继续前进，别落后了。库伯，刀山坡上，我们掩护你，快！斯托克顿失去联系了，谁马上给我个回报？我是罗特小的兰德格尔上尉，斯托克顿中弹要坠毁了。库里格斯指挥官，这是64的盖斯，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盖斯，你来得正好，马尔他还剩多少弹药？我们已经待下很多事，别担心，库伯，我们罩你。瞄准系统启动，我们就是。库伯，我们在前方追踪布里斯科和斯隆，圣辉在他们手上，继续前进。我们必须全力阻止 IMC 启动折叠时空武器，如果失败，反抗军的航母机型将会被摧毁。我是马德将军，佣兵已将圣柜速达，准备折叠时空武器，希望那一下不会太痛。开启折叠时空武器能源系统，我正在攻击敌方部队，启动瞄准反馈，目的地设成反抗军星球哈莫尼，瞄准系统启动，哈莫尼星坐标264.588载入。你拿到钱了，布里斯克，滚吧，我的部队会接着处理。他们也该做些什么了。哎，念念不忘当英雄吗？他是你的了，慢慢享用。我有说过要抢救吗？这个免费奉送。当我看着你，就像看到一大笔的钱啊。总是。
行星目的地，哈莫尼。好了，警长，侦测到。就是不认输对手。爱用多少核心太平对付？无人时空武器通过阶段三，现在更新折叠投影中。折叠时空武器接近第四阶段，环轮动力达97%。库伯，喷射器的冲击超载了我的主内部系统，正在设法还原视觉系统。视觉系统已修复。我的分析机投石是唯一的办法，只是要能够警告侦测到敌方泰坦，侦测到敌。只是唯一的办法。帮个忙，我的自动导航系统断线了。帮助那个射出装配室，我们非得合作才行。我有个办法，若我的反应炉核心外露，它或许能够折叠时空武器的中心，破坏社会的稳定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已炸毁它。我正传送运输船汇合坐标给你。收到坐标，我们会过去。那你怎么过去？相信我，我计算过。最好是这样。我们在路上了，祝你们好运了，布里格斯。完毕。基地，我们有办法脱身吗？计算中。协议三，保护铁域。你在做什么？相信我。Oh my god, y'all, I got no fucking clue how long that took me.
Holy shit. That felt really good. With a bunch of garbage, too. Goddamn. Oh. That's it.